视频啊，人家怎么就能啊一堆代言啊舞蹈排练，还有各种乱七八糟第三方公司的商务啊，真的有时间更新自己视频呢？不然就搞得我啊有点羞愧，所以呢就应大家的要求，看看我们宇哥新出的华晨舞蹈精英 solo 版，看看我们宇哥和他在二宫舞台上的时候有什么改变，或者说有进步啊或退步之类的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赶紧开始。开始，开头颜值暴击，我天！本来看群，我觉得是 一群人在一起的，不知道刘雨发这视频有没有怀念起最经历的日子。哎，这个舞台和服装，还有刘雨的肤色，是不是太接近了呀？都是一片白。说实话，这样子搞还挺吃舞蹈动作的，因为整个人有点轮廓没有那么清晰了。我忽然发现这个动作编排好像是贴近歌词的。破旧衣裳我还真有点不适应，对，哎，刚刚那一下推镜头也是导播还是很懂哎。其实这个作品是我之前对刘雨实力改观的一个作品吧，之前就觉得他跳中国舞挺厉害的，但是这里高情绪大鼓点，他爆发得很干净，控制力超级好。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太关注他中国舞方面的东西了，其实我觉得他跳男团舞也是很厉害的。这个怼脸镜头，其实很多镜头切远景好一点，刚刚那几个明显是有个身孕的，但是完全给切得看不见了。
情了啊，一身白衣啊，镜头高清，大量流雨的镜景啊，表情温柔治愈。看了4K 之后呢，皮肤温润细腻有光泽啊，说明刘宇代言的面膜啊是真的很好，应该是刘宇老公粉和颜粉的狂欢盛宴啊。但是呢啊，显然我这边啊还是有那么一点啊不关心刘宇帅不帅啊，甚至不关心他是谁，只关心他飞得高不高的事业。可能我觉得他们可能会不大喜欢，因为最近私信忽然多了很多问我啊，我们家刘宇天天跳男团舞啊，会不会导致他心态稳固点，舞越跳越差呀啊。本来呢我还挺懵逼，为什么你们会问出这种问题来啊。我看完这个视频我好像忽然猜到了啊，这个视频呢如果光从舞台效果上来说的话，那确实是没有二哥舞台经验啊，这本来就不是一个为 solo 设计的舞台，原作品里啊人和人之间的配合啊非常多，什么托举啊啊，互相之间做空间啊，做层次变换呀、啊、互相拉画面叠加层次呀、啊、如果把这种动作单拎出来的话啊，其实确实是多少有点干啊，所以说伴舞还是很重要的。我刚刚在想，我说伴舞这个词，我不知道你对伴舞什么反应。忽然想起来，当初我说这个词的时候，这时候盛情，这个舞台真的没话讲，就是刘宇和他的四个伴舞。solo 舞台其实编排上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跑动充分，然后层次起伏要做够。这个舞台呢，这方面的动作设计的确实很少，所以有人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没有原舞台好看，也很正常。然后还有就是近景啊，大量近景可能会让你们聚焦刘宇的颜值，或者是一些更细腻的一些东西。但是一个舞者的力度以及动作幅度以及他胸腰啊，还有身体的层次是会被吞得干干净净。不过哎，由于事业本身还是不用担心了，目前我没有看出他有什么进步的地方啊，反而我感觉他从无论是在山河图还是之前的舞台，我都还是有感觉到他在努力的锤炼自己的能力的。而且你们要相信自己的 idol 应该是一个对自己不松懈的人，对吧？我觉得还是有机会哪天能看到你们就是喜欢的国风舞台的。事业本安安心吧。最后呢，我觉得刘宇的这个视频应该是送给他的粉丝们的，不论是标题上写的愿你我都被温柔以待，还是结尾的啊送给美好，包括动作上很多处理，比如说在高潮的时候啊发力明显感觉到更加温润稳定而且细腻，很多表情上也不是说舞台版上那种啊绝望的爆发，那种情绪特别夸张的铺开，反而有种温柔和平静吧。所以我想刘宇做这样一个视频，证明他还是一个 B 站 UP 主的。但是我觉得更可能的是，还是感谢你们为他所做的一切吧。粉丝呢，确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是无数鲜活的人，然后他们发自内心的去欣赏你、喜欢你啊、支持你，甚至是依赖你。对，其实很给予一个人安全感的事情吧，就是会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温暖，然后感受到一种坚定的力量。所以我虽然今天看到很多人说刘宇治愈了他们，但是我想对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刘宇是被你们给治愈了。这个舞台呢，我感觉应该商业价值着实有限，感觉还是刘宇这个我花了很久送给粉丝们一点小回馈小福利的，你们就是他生命里最大的美好。好啦，这里是你们的周深南哥，好，See you。